儿童节快乐！来，这个是欢迎来到。荷兰的小朋友亲自做的那个娃娃，然后他会陪着小朋友一起进行所有的学习活动，大概为期有四个月的时间，有四个月就待在学校。我们闯关密室逃脱，今天是在闯关之前都很紧张，如果破完之后我最很开心，因为可以学到很多新知识。在第一关是我们老师那一班学到了成语，第二关呢我们去班，然后去假扮，然后去做一些比较很好玩的、很有趣的事情。大村国小今天是庆祝儿童节的日子，我们是采用密室逃脱的游戏，然后来结合我们老师所上的课程，内容包含国语、英文、数学、社会、自然、美术，还有体育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。老师们都非常的用心，然后孩子们也非常的团结合作，利用分组一起来解决难关，然后利用我们的团队的精神闯关成功。我们非常高兴现在的孩子都有创意的想法，那么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大村国小的小朋友身体健康，越好越棒越优秀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们题目要玩什么？要找什么？不一样的圈起来，好。有说明页，另外说明页在电视上面也有，祝你们转换成功。快不快乐啊？快乐。好不好玩呢？好玩。下次还要吗？还要。每天呢，好不好？好。每天好哦。甜。甜。大中国小赞不赞？赞。二同学棒不棒？赞。来，我们大力的哈、哦，等一下我们把我们的手上的卡往上举哦。好，我们。同学快乐！大家等一下。